例如像这个工商，古代这个工商，我们前面也说过是吧？这个工商都是官府里面服役的这种工，就官工或者官商是吧？但这部分人是吧，在社会上，一般老百姓也瞧不大起这些人是吧？但是呢，他们也绝不是奴隶，他这个身份要比奴隶要高啊，工商，都是这样的，那么真正的奴隶啊，就古人就称之为什么？称之为臣妾，这个男的叫臣，女的叫妾，臣妾，臣妾就是男女那个奴隶，那么这个是春秋时候真正的这个奴隶，奴隶就是这个臣妾，那么这个臣妾一般都是什么？在贵族家里才有，因为有钱人才能够养得起这个是吧？奴隶，男奴隶或者女奴隶，是吧？那么一般的在当时来讲，这个古代这个像春秋时期是吧？我们说这个奴隶的来源是什么呢？一般是什么？是这个战俘。你说打仗，打仗的时候是吧？这个军队是吧？把这个战败国家的这个士兵或者老百姓平民是吧？都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以后什么变成这个是吧战利品嘛是吧他就变成这个战胜国家的是吧这个老百姓家里这个奴隶当然一般他的这个一般老百姓还不太可能拥有只要是贵族啊贵族家里的把这个战俘就变成他们家的臣妾啊他们家干活的这个奴隶啊那么当时这个像买卖在社会上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后来中国这个是吧历史上是吧这个买卖奴隶是非常多这种情况一直到清朝这个奴隶都是买卖的对吧在社会上都可以这个买卖那么在当时来讲这个很少因为这个它也有个前提因为当时我们现在讲的春秋时期是吧我们说当时这个是个自然经济这个交换买卖这个都不发达所以一般我们说这个奴隶它也不可能作为一种商品出现在这个社会上是吧所以它一般就是这个赏赐国家赏赐的是吧这个打仗抓了这个战俘就赏赐给这个贵族家里去干活是吧这个就是这个臣妾奴隶那么现在第九个小题目是讲什么讲这个戎狄蛮夷这个就是讲这个古代这个少数民族啊就是这个因为是这样子在古代来讲我们今天中国是吧最主要的多数的民这个人数最多的民族就是汉族是吧这个是也是主要民族中国的是吧那么在古代啊这个他没有这个汉族这个名称了是吧在这个例如像这个春秋时期是吧春秋或者西周是吧那么中原地区就是文明高的地方或者文化中心的地方地区的这种这个人呢一般他们自称为什么华夏我们是华夏人华夏的意思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明程度要比你们这个其他地方这个边远的地方这个文明程度要高所以华夏称自己为华夏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称这个汉族是汉朝以后的他才有这个所谓汉族出现是吧那古代他没有就华夏那么在这个华夏以外呢这华夏当然就是住在哪儿住在这个中心地区中国的中心地区就今天的什么黄河流域中下游是吧这一带是吧这个都是华夏人居住的地区是吧今天的河南山西是吧山东河北或者是这个是吧这一带那么到了再往南就不太行了再往南呢因为是南方到长江流域在古代的时候因为这个中原人还不太承认这个地方是一个文化高的地方认为这个文化高的地方就是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是吧这个地方呢是最高的这是华夏人居住的地方那古人就有这个说法把这个华夏以外的这个民族什么称之为什么戎狄蛮夷那么这个按照这个古人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四种这个少数民族是吧是
为什么称他们为戎狄蛮夷呢？就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不一样。例如说，居住在北面呢，叫做北狄，狄人，是吧？居住在西面呢，是吧？这个中原以西的，是吧？今天这个陕西或者甘肃这里，这个叫戎，啊，戎。那么居住在这个东面呢，就是山东这一带，是吧？海边上，是吧？今天这个，是吧？山东半岛，是吧？那地方呢，就叫这个夷，啊。那么南面呢，就是在长江流域这一带，叫做蛮。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四种这个说法，嗯，好像是中国这个四面是吧，都有了，四面的少数民族都有了。但实际上，我们说这种说法，我们现在要来深究的话，也站不大住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人呢，这个说法，我们说是汉朝人开始啊，就把比较固定的，狄一定是北面的，对不对？这个戎一定是这个西面的，是吧？蛮一定是南面的。但在古代，我们说在像这个春秋，更早的像西周，不是这样。当时人什么，例如说称这个北方人，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有时候也叫他蛮，所以这个就跟后来正相反了，对不对？后来说成南蛮，哎，在古人来说呢，北面也有蛮，是吧？所以这个称呼就不一样了，这个啊。你像这个戎也是这样子，戎也不见得就是西面的，是吧？例如说，当时例如说在河北，就北京、北京、天津这一带，是吧？那么古人说这个地方就有很多这个戎，北戎所谓的，是吧？他住在北面的，他也可以叫戎，是吧？所以他不一定，不一定。这个华夏人是吧？就是华夏，就是这个居住在中原这个文明高的这部分这个民族，是吧？他们对他是周围的人是吧，称他为这个蛮夷啊，称之为戎狄啊，就表示就是他们跟这个华夏是不是一等人，对不对？就是他主要是文明嘛，文化它是比较低，是吧？比较这个原始，比较落后，是吧？他就跟这个华夏人不一样，所以一般华夏人就是说把他们这个看得比较低，觉得他们这个是吧，这种人呢是吧，他这个因为他比较这个没有文化吧，是吧？所以他这个跟这个华夏人就不一般高低了，是吧？但是呢，当时这个区别这个华夏跟这个戎狄，是吧？就说这个文明高人跟这个文明低人，是吧？他们这个当时这个区分呢，并不因为啊，根据他们的血缘。或者说他们这个种族关系还不是，就是说什么呢？主要啊，当时这个就跟后来是吧，我们今天是吧，中国人例如说我们说这个各个我们中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我们都是讲这个讲他这个血缘，对不对？那蒙古族当时他这个都是这个他是一个老祖宗下的这个传下来是吧，是吧？这个南方的这个例如说苗族是这个苗人这个传下来的，他是有种族的关系，是吧？那古人他不是这样的，古人在春秋时期，例如说，是吧？我们看见什么呢？哎，有些这个称他为戎的，是吧？称他为狄的，是吧？例如说这个戎里面有一种叫姜戎，你还有什么姬姓之戎？所以这个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这个姜是什么呢？姜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姜太公嘛，姜尚嘛，是吧？那么姜我们说在西周时期他是个大贵族，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姬姜是通婚的，也就是说周天子他娶的这个王后常常是就是姓姜家的这个姑娘，因为这个姬姜他世代通婚，所以这两个是也是属于高级的贵族了，是不是？可是呢，哎，同样是这个姬姓或者姜姓，是吧？都是最高级的贵族，但是跟他们这个同一个血缘的，就是跟他们血缘有关系的一人，是吧？他居住在不是在居住在中原这个中心地区，居住比较远的地方，所以他们这个文化也比较落后。比较落后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姬姓的这个贵族，姬姓的这些华夏人是吧？
不把他当作看着跟自己的华夏人一般对待，不一样。尽管他们在血缘上他们是相通的，对不对？但是他觉得他们不属于华夏，他们属于这个戎狄。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古人就是这样，他这个不以这个主要也是不以这个血缘来划分这个民族，他是以这个文化。所以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后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宋朝或者南宋或者宋以后是吧？满洲这个是吧？这个东北那个满洲是吧？他当时有所谓生女真、守女真，同样是个女真民族，是不是？他这个里面分这个生的、熟的，熟的也就是说文明程度高的，那个生的就是文明程度比较低的，或者说他们那个守女真就看不大起这个生女真。尽管他们是一个民族，但是他也是个歧视的，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文明，这个当然我们说这个当事人称这个这个蛮夷戎狄里面是吧，有的当时他文明是比较低，所以称他为这个戎狄。但有些是吧，他的文明也并不低，但是他这个华夏人也把他称之为什么，这个是属于这个戎狄啊蛮夷的。例如说像这个嬴姓啊，嬴姓这个秦就是嬴姓是吧，像这个嬴姓呢，像这个是吧，他当时在春秋时他有国建立小的国家的些政权的是吧，像这个徐国就今天我们说姓徐的那个徐是吧，徐国就是这个嬴姓的民族，他是一个应该说是跟这个华夏不一样的，但他这个也文化比较高，所以这个华夏人也不一定把他看作为蛮夷是吧，有时候也是吧，称他为就是可以称他蛮夷，有时也不称他为蛮夷嘛，就不一定，就是说是吧。那么就这个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就当时就是说这个有些这个虽然是称他为一个蛮夷的是吧，但他这个文化程度也不一定就比这个是吧，比这个华夏就低多少是吧。像这个嬴姓就主要就是东夷是吧，所以这个秦的老祖宗实际上也是东夷族嘛是吧，东夷他不是华夏的。所以这个我们说他这个界限是吧，主要我们讲一下这个界限是吧，跟后来人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这些他这个这种界限是吧，他这种不同的看法是吧，这个根据是什么，这个我们应该清楚是吧，否则你就弄不清楚他这个到底是这个本民族还是外民族是吧，是文化高的民族文化低的民族，我们就弄不大清楚，必须要知道。那么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下这个几种民族。戎，这个戎是这个在春秋时期比较分布的比较广的这个对吧，这种一种这个人群的这种这个称呼了。当然后来也经常是我前面所讲的称它为西戎，好像说居住在西面的就叫做戎。那么这个例如像这个西周是吧，西周这个后来不是西周晚期时候被这个犬戎把它这个灭掉了，把它打败了是吧，征服了，所以这个周天子就在关中守不住了，就跑到关东来了是吧。那么这个西戎这个犬戎是吧，它确实在西面啊，它在今天的这个陕西或者甘肃这个东面这一带叫戎，犬戎。在这个陕西这个东部也有很多戎，我们前面讲的是吧，历史上有这个有些这个姬姓的戎，这个是就比较有意思。他是姬姓，就跟这个周是一个姓，他们一个民族，但是他也被这个周人称他为戎，就表明他这个文化比较落后是吧，啊比较原始了，所以这个他那个历史发展那个阶段比较这个比较低吧，所以这个称他们人。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文化上的差别，不是这个种族上啊。所以虽然他居住的地方都差不多，都在陕西，但是有的就是这个属于华夏人，有的属于这个戎狄，是吧？都不一样。
这个榕还有一部分榕啊，在今天这个河南这个西部玉溪一带也有，还有就是这个陕西的这个陕西当然更多一些了，在这个陕西的东面、西面上的都有。所以在这个西周末到春秋时期说，我们说这个榕这个势力很大啊，在这个就是华夏以外的这些民族吧，是吧？这个榕的这个势力很大，因为它分布的也比较广，好多地方都有。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秦国是吧？秦国因为这秦国它是在这个今天的陕西吧，陕西的这个西面一点是吧？今天这个就是这个岐山左右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它的附近什么都是这个戎狄，所以这个《左传》上称这个秦穆公霸这个西戎，说他这个在哪儿称霸，就在这个西戎里面，哎。他是一个，就是这个啊，一个头啊，在西戎里面，因为西戎这个民族一般都比这个文明程度比较低吧，所以这个秦呢，他比较文明程度高，所以他就统治的或者控制的这个，所以称他为秦霸西戎。当时这个戎狄，我们说这个。在这个西面是吧，称之为西戎。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说刚才讲了，这个北面呢，有时候它也叫戎。古书里面讲什么？讲这个齐桓公北伐三戎，至令之斩孤竹。他说这个齐桓公的时候，他北面去打这个三戎。这个三戎啊，我想应该是什么？从山东往这个北是吧？那就应该是到今天这个北京这个附近了，就燕山山脉吧，对不对？最大的，因为前面南面都是平原的，从山东一直到河北是吧？就到这个北京这个北面就是燕山是吧？估计就是在燕山南北的是吧？当时的一些少数民族是吧？这个就称之为这个三戎。他还讲这个令支跟这个孤竹。而这个令支跟孤竹也是古代的两个小的这个部落或者小的国家吧，是吧？那么它的地位我们知道都在今天这个就是这个河北的这个东部，北京的这个北面啊，就河北的什么这个昌黎啊什么这一带，大概就是这个孤竹跟这个令支这个地方啊。那么可见的当时就是说北面的是吧，它也叫戎，所以这个戎呢无所谓，它这个。在当事人看来就是这个比较这个是吧，比较这个文化上比较这个落后一点是吧，他们都称它为戎，他不分这个什么东面西面北面是吧，实际上没这么严格的。